是昆山科大海清班电子商务科的导师。我们海清班呢，目前已经有两届的学生啊，有一半的学生也继续在我们昆山科大深造就读大学，另外一半的学生也都去就业。我们电子商务科的学生最主要呢是要学习网页制作、电子商务以及网络行销的能力。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宅经济非常的夯，也造就了电子商务非常庞大的商机。各位同学，如果你对网页设计、电子商务与网络行销非常的有兴趣的话，昆山科大电子商务科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好，各位华侨大家好，我今天的我代表昆山科技大学机械系，我是机械系的系主任。今天特别很高兴跟各位介绍一下有关机器车零组件工厂实务班这个里面的内容。好，首先跟各位介绍一下汽机车产业的发展前景。未来大家知道都是朝向于四大核心车联网自动驾驶、共享经济还有那个电动车。那台湾在晶片制造来讲是领先的地位，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占了先机。所以未来的发展这个产业大概会发展到到2025年大概就是全球的市场大概就是5300亿美元在台湾都是一个先驱者。所以各位来这边念书，你走入这个行业是对的因为将来的发展前景非常好。那我们这次课程里面大概2年制的基础课程，里面包括一般客户专业基础课程，还有专业的实习课程。因为我们跟业界的联系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些实习我们可能就会请一些业师来教你们都是一些基本的。然后我们的设备来讲有这些这是机车的驾驶模拟器。然后这是我们影像的自动驾驶的影像的处理，这是我们结构分析的软体，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专业实验的创意实验者的实验室，那其他的引擎的研究用的引擎设计台机台我们这边也有，还有氢气的氢气重组器的，那其他研究设备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再来。特别值得一提，这是引擎改装的我们有一个毕业的校友他是在这方面做的，他是等于说是赛车方面引擎方面的改装他们的公司在这边是领先的地位，那如果将来有兴趣大家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走